王浩史册。因为我们不是大爆笑的作品嘛，就是心里其实挺没底的，但是我们对我们的表演是有信心的，这个时候就只能调整心态，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就全力以赴把戏演好。我一个人已经坐在你的车上了，你还非要让另外一个人也上车是吗？那我是什么？你是拼车呀。我强势吗？你不是强势，你是勇于尝试。我还为他关上我所有的门。你先关上我副驾驶的门。喂喂喂，说话。你是谁呀？宋木子呢？木木洗澡呢。我跟你说，你抓紧把你这破烂从我这搬走，听见没？走吧。也是好事儿，起码你确实是他眼里世界上最美的女人。欢迎两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王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史策。我们的组合叫浩史成双。比如说我后面要拍戏的话，要喜剧的话，我能够很放心的用他们俩。哦、oh. ，对。你们认为的生活流的喜剧是什么样的？就是讲一些生活的小事儿，这其实是我们自己个人的问题，就是我们那个脑洞不行。对对对对，对我们那个没有想象力，老师。啊、哦，我俩天天就会想那些个琐碎的小事儿。我觉得特别好，你们要这个要保持住。石老师是我们组的票房女王。啊。你瞧瞧，呵。哎呦妈呀！哎呦妈呀！啊、对这。哇，这个要不说人家塑造能力挺精致的一个姑娘，你这现在这么一看是有喜感的，真的。老师，我对不起老师，我很少这么那个变态，就是激动激动，变态就是变化了一个态度，突然的那种，变化了一个状态。对对 对, 对，是这个。其实不是说那个介意演那个配角，特别想演主角，我是因为我一年会接很多个组。但是我中的率就很低，可能是会因为这样然后会有点压力大呀什么的啊。好，社长我认为应该具备的是计划管理。对，应该是有一点战术的一个想法。王浩实测，我选择蒋龙组。哦，黑 brother，你这花我怎么跟你浇啊？我给你浇啤酒还给你浇可乐呀？浇咖啡。那我浇拿铁还是浇美式啊？焦糖玛奇朵。那我现在跟我道歉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。我哪个行为让你看出来我后悔了？来，把箱子给我。什么箱子？我箱子。什么箱子？你混账！我没见过呀。你过我，对不起。我是警察。对不起。你现在起来，王浩，你快。教练，我想打篮球。我三井寿这辈子。萨卡那里。玩我。那啥。还玩。让你道个歉，能死吗？你能死。我错了。Thank you.
你干嘛去了？我找箱子去了。你干嘛去了？我找你去了。找我干嘛？对不起。等会儿，你是你吗？我是我呀。他们两位演的云淡风轻，但应该压力还挺大的吧？因为要对战宗俊涛和那个王子啊。对对对，不大。有信心了吗？有信心啊。信心。这是爱情主题，爱情主题，他们连女人都没有。谁没经历过早高峰啊？我周五的晚高峰，你经历过吗？老北京马蜂怎么蛰人？怎么蛰？嘿，您猜怎么蛰？所以怎么蛰？您猜怎么蛰？爸怎么了？哼，我就想跟你确认一下，一会儿是不是我把你的手交到他手里，我就要下台了。是。也就是说退出历史的舞台呗。消极。是。行，明白了。史策跟王浩的这个 CP 感越来越强了，是，已经从谈恋爱到结婚，这整个是完整了。我送你回家。要不今儿就正好都在，就把事儿办了也行。我有个二维码，大家把红包扫到进去。成功转账520元。我跟你过了七八年，520块钱把我打发了。成功转账794元。794是什么意思？加一起1314。我想看看你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看见了你，还是很想你。好浪漫。许个愿吧。我希望你可以永远都这么浪漫。酒精灯不可以吹灭哟。但我最开始认识的时候，你很浪漫啊。你不能一直要求我刚开始的那个状态啊！我现在家里一堆事，单位又一堆事儿，你知道我在单位有多忙吗？咱俩不是一个单位的吗？为什么什么都不给我准备啊？谁说没准备的？一直催你回家，你回家看看，沙发后面、茶几底下、衣橱里面。都是惊喜啊！说出来一点都不浪漫。侄女。你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。你讲什么啊？我要保护他撤离啊，怎样？你乱哈拉什么东西啊你？离开了！来呀！
王浩在这几期啊，我能看到他的飞跃，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，不应该框在爱情的这个里边，可以跟更多的男孩在一起多做搭档。我也希望史泽跟其他人合作，原因就是想让他后悔。王浩，你想分开吗？我当然不想了，我们可以演别的人物关系吗？我是说，他们啊建一个葡萄树，小龙啊。的刚发芽，没必要。蜗牛背上那重重的壳呀，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还有吗？还有，我这个衣服也是别人送我的，我这。我以前也是主唱，哼，你还干过什么缺德事儿？啊，我去排练厅从来不穿鞋套，我吃润喉糖，我只吃半颗我就吐。我的百米记录是合唱团的女生们，我跑的我自己跑不进16秒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坐在我左手边的是我们三板大斧子的新晋社长史社。不预防的就发生了。史社的这个管理方式，综而不散，散中有紧，微中有严，严中不乱，乱中还有趣，趣味性很强。你的这个裤子可以，但是你上衣还要穿牛仔的。当时你会放不下来啊，因为上设计师，不要管地方强啊。别人你说谁香你就是谁香。我们这帮臭男人就应该被一个女人领导。我同意。脱口秀我们也都看了，就最喜欢的就是他，所以就是。可以跟偶像嘛？别跟他整含蓄的事了，这都嘎嘎炙热了。反正就是想跟他在一起演，然后正好就选到就开心，然后就你看那一眼，我女朋友也会看那一眼吗？看那一眼，怎么有点入戏太深了？是这样吗？走出来，从戏里走出来了。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？因为我们俩不光是大学同学，我们俩还对我们谈过恋爱。啊，他就是你那个初恋。是，乖乖，你也是我初恋。我发现你最近挺开心的。我一直都很开心。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没这么开心。可能我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只想着让你开心了吧？你能给别人好好拍，不能给我好好拍。你又不是别人。我现在就是别人啊。因为这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最后一个属于皓史成双的舞台了。既然已经演了一路的爱情主题，那就给它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。对，就是将爱情进行到底。我是你未来的老公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就知道你不信。给你看，这张照片是我们相识的照片。这我就不会开车。这张照片是我们在照相馆里拍摄的照片。我就没去过照相馆。这张厉害了，婚礼现场。连结婚照都批好。我从未来带来的，未来带来的。不行拉倒，我穿回去了，时间到了。哎，我今年28岁，身高1米7，体重90斤。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，我希望未来我可以成为你的老婆。
是，有的时候警察的时候，你就能喜欢我。对不起啊。全是你，我也是。我们俩基本是他提出一个概念，然后他把所有的逻辑都捋清，然后往里加好笑的点和包袱。对，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你，加油，加油，抢上去。去卫生间吗？啊，我们去抢装吧。那个叫他帮他拿一下，加油，好吧。好事成双意味着。生命中的一部分。